今天呢跟这个帅哥来看一下这个二手房，因为新的楼盘也看了，看一下二手的对比一下。几楼啊？16楼。16楼啊？对。好。哇，好高啊，这个楼层，帅哥，总楼层多少？33。33啊？哇，我们今天看的是16楼是吧？对对，中间楼层视野非常好的。好，那你带头。跟他上去看一下，好高啊，真的是。16楼这边。这边是吧？01号房。对。16。这套是125平方配的一个四房，进门这里可以做鞋柜，到时候啊。做这里吗？对对，然后这里的话就是一个客房。这里是一个入户玄关嘛，然后这边是一个客房，这进来的话就是客厅，客厅跟餐厅插在一起的，它这个餐厅在哪？餐厅是在这个位置。那厨房呢？厨房是这边。哦，这边。对，因为这里是老胚的，所以说的话它看起来的话没有装修好，没那么好看啊。然后这边的话还有个生活阳台，这生活阳台到这里可以放洗衣机啊、晾衣服啊都可以。然后这边的话看出去也是视野还是蛮好的，可以打通吗？这个生活阳台这里可以打，但是生活阳台没必要打，如果你想要打通风窗的话建议打那个大阳台。对，你风窗的话现在通风不舒服，大阳台还是很好的，而且这一套的话还是一个主体房型。哦，这边可以看到版型，这个视野是非常好的。看到没有？对，那里是一个音乐喷泉，红色那里。哦。到时候它的晚上周末的话，它会开喷泉，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。啊，所以说这一套的话还是非常舒服的，可以看到这个风景。白石屋的话，风景房是很舒服的。嗯。到时候你如果是装修的话，装修窗的话，你可以把这里拆掉，然后封个落地窗，很舒服的，在这里看风景。啊。它这个这一套的户型跟上次我们去看到的。不一样，这是南北通透的一个四房，125平的。125平是吧？对，然后里面的话还有三个房间，这边就是公共卫生间，但是可以做到干湿分离。然后这边一个房间还有一个飘窗啊。哦，这个飘窗没有上次我们去看的那个。不要那么宽。哦，没有那么宽。然后这边的话还有个房间。哦，这边。这边那个房间就是没有飘窗的了。哎，这个没有飘窗。对。对，可以做一个书房啊，客房都可以。嗯。然后里面的话，主卧是最舒服的。主卧。对，因为这里的话，它是有一个衣帽间。哦，这里是衣帽间。对，这里你可以做一排柜子，做一个衣帽间，然后这里就是一个卫生间。嗯。嗯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主卧里可以放一个床，然后这里飘窗，视野也是非常好，现在还有阳光在进来。整体的一个采光，整个户型的南北通透，非常舒服的，而且主卧还有个衣帽间呢。对，这个衣帽间。对，这个户型的话，很舒服的，而且还是主体房。现在这个价格买的主体房是很性价比是很高的。现在这个售价多少？现在这个呢，单价的话是不是单价是5000的，总价的话是60多万。哦，有这个都。正负面积的话，这个户型正负面积不是很大，正常的阳台高度大概有10个平方这样子吧。然后它的一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，因为它是不差不多。如果像其他的一些像它新房还在卖的五品房，卖到1000平方。那这个上一批的这个主人怎么？他因为工作调动嘛，因为工作调动，然后他不再出来发展了，就要转车出来呗。交房的话是去年下半年。哦，这个小区还是很新的。那还是新的呀，跟新的是一模一样，因为这个小区的话是刚交房不久了，而且还有很多人在装修。哦。所以说的话，这个的话直接跟新房是没有什么差别的。是去年。对。而且这个可以看到我们性价比是很高的这一套房。而且绿化这些也做了差不多了哈，这边的绿化。整个小区的绿化都做好了，你都可以下去看。那这边的话还有没有在送的？
新房的话，这边这个小区的话卖完了，然后他那边也是他们这个开发商的，那边的话也还有一部分新房在卖。你还有一部分新房啊？对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这边这块的话已经是卖完了。那这个小区大不大？这小区的话，这小区有个5-6栋，也就4-5十亩那里。那这个小区是小的好？稍微小一点，但是不影响说其他方面，各方面的配套都是有的。对，相比于之前看的那些楼盘是稍微小一点，因为之前看的都是超过100亩的楼盘，那种都是比较大的。他这个开发商他是几块地，但是他不连在一起，如果连在一起的话就大。嗯。这个如果拿下的话，直接办好手续就可以拿到房了。对，办好手续直接拿钥匙房了。二手的话应该比就是一手的话快一点吧，手续差不多，差不多啊，也就个把月这样子。对，因为你要办按揭，按银行手续一样是要个把月这样子。如果你是全款的话就快，全款的话马上签合同，马上都过户。之前这里是到主人是也是我们本地的吗？对，也是本地的。是你还是我买的？男的是吧？对，一家子，然后现在是工作调动，调去南宁了吧？好像，然后就去南宁买，后来就青州就，出手掉了。嗯，那看一下吧。嗯，行。这个小区刚刚跟这个帅哥来看了这个毛坯的二手房，现在呢，我也在考虑中，是到底买哪一种好。这个是小区比较小的，然后之前去看的都是比较大的，先多看几个楼盘然后对比一下吧，你们说是不是？不然的话都不知道价位怎么样，然后环境怎么样。这个绿化呢已经做好了，已经是交房的了，先回去考虑一下。